今年买二手房车啊，比去年好太多了。那像这个东西啊，不到20万，今年刚刚收的，还有个测拓展，四驱自动挡，柴油 2.8T 啊，个人一手车2万多公里，厉害了。这东西啊，太漂亮了。蓝牌 C 照可以驾驶，没有报废漆啊。然后车长5米9，车高3米，车宽2米3，蓝牌 C 照啊，什么照都可以开。100公里9.5个油，不到10升，漂漂亮亮啊，一手车。户外的柴油灶，户外的遮阳棚啊，后置厨卫后上门，还有好几个大的行李箱 ，AT 台，有脱困能力啊。它是个分时四驱的车，我们走进车内啊，后上门，迎宾踏步，来，洗衣机啊，冰箱，微波炉、电磁炉。双眼多美达燃气灶啊，小清新风格，喷着这个三棵树啊，马上住，这车是真新真漂亮。两台空调，格力家用 1.5P。哦，音响啊，然后这是一整套厨房是吧？看这里，这洗手间啊，5星级，双向 Max 的雨感换气扇。赛德福德啊，旋转马桶，一体式吸塑的一个洗手间，什么都有。纽福克斯3000的逆变器，10度电，还有400瓦的太阳能板。对卡座啊，整车合载6人。哦，这个东西放下来是一张床啊。如果说6个人住啊，就像那个棒子那样打地铺啊，打地铺。上面是额头的双人大卧室了，掀起来是一个翻折电视机。啊，可以走进驾驶舱。左手边一整排的储物柜，上面还有吸油烟机啊，四路监控啊，两台空调啊，有艾贝赫的柴暖热水锅炉，这车配置是拉满的。这个价钱，这个车，哎，现在钱是真值钱喽，放以前你都不敢想啊，19.8万元。